中国新说唱六十秒淘汰赛正式开始。你说谁是第一个唱？我叫 rappers， 准备好吗？放轻松，好好的把歌表演完，不要出什么太大的差错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开始之前有协议过，今天我们走大放纵路线。真的假的啦？没有，我故意讲一下，可以放松他们的心情，不要拆我台嘛。有请第一位。啊，开始了！这要开始了，看着画面都紧张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你看，这不是婚纱，这是来自地下王国白皇后的荣耀。哦。三天之内，我要让一位名叫申玉的姑娘名扬四方。她很红呢，你们不晓得吗？我自己都还偷偷看她的 MV。你偷偷看她 MV？ 真的啊，她有发一些 MV。我才不是什么公主，我是你们的女王。You know, understand?Drop the beat, please. 哎呀，我这节目中的 Rapper Prince， 那些平庸之气都不属于 Rapper Prince， 和你一样期待着每天都刷新。哎，俗称公主的生意也一样的超凡，勇敢敷黑条皮就不一一解释，每张每打会放，都有兴趣，也是你出租的，高冷气质，哎，这里真三三 ，It's me。他像是一股清流，我觉得他东西很真诚。一个 rapper 除了特质以外，就是真实。你大家都知道他，就很舒服的一个。当然了，对。